哎呦哎呦，那个还剩60秒哦。怎么呈现？最关键的。哎，好像不是这样盖吼。我可以偷懒不盖墙吗？啊？你要怎么盖？没有人会阻止你。可以插个盔甲座。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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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背景盖完。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十一了，波浪符，波浪符。感谢续订。哎，我又被丢煤炭了。在催你，你又被嘲讽了。那你带太慢了，要多久？我应该要按下去，对不对？这样才有资格催别人。对，对，要多久？这样应该很有魄力，有没有？有魄力。查一下旗帜要怎么做。哎呦哎呦，我想法了。然后我的灵感一直来哦。哎呦，好可怕！我下一个人是谁？小鸡还是谁？我啊。你真的不要求真哦，不要求真，就感觉可以了。等我们看，至少要先看到这个作品，全部人看到之后再按。行。你说不要按东西哦。对对对。好好好好好。画会不见了？哎，烦了烦了。不会吧？我刚刚用画都不见了。还有一个隐喻，哎、欸，很好很好，哎，真佩服我自己。什么隐喻？之后等看了就知道啦。啊！我刚把打掉，我发气哦。哎、欸，哦哟，要不是太早盖完太无聊了，我也不会这样盖的。我在嫌弃我们啦！被你听出来了，被你听出来了。对，我的话为什么会一直不见？话会不见？对啊，不会吧？我刚刚用话，它一直自己消失。没试过，没事啊，一定是你前面有，哎、欸，会消失、欸，哎，你就不行吧？因为话会消失哦。嗯，它可以放上去，然后隔个一两秒都不见了。那这样你不要用这招、哦，对，不要用画，用旗帜啊。哎、欸，我的那工具网站连不上了，可恶！只好自己打。哎、欸，我好想去拿我的那个来看，那到底长怎样？那你就去拿你的那个啊。为什么长这样啊？嗯嗯，好，不想要盔甲做，我自己盖好了。有没有很有具象感？嗯，这是一幅伟大的创作。呸！按下去吧，伙伴们。哎、欸，我怕大家看不到这一幅了，我应该要当把这个当封面有沒有。你先拍下来，你先拍下来，拍下来，怕大家看不到了，有没有？这个是
我。哎、欸，可是我怕按下去之后，隔壁的也遭殃哎、欸。你就要不要多按几下、啊？你那个炸弹是怎样？就放在水里就好。它会往上飘，所以你上面要挡着。对不起，这个挡不住的，挡不住的。哇！你破坏到别人的作品的话，你就要罚款哦。那应该是小鸡，你跟小鸡讲，你跟小鸡讲。所以我到底跌下要不要按东西啊？你可以看不要按吗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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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好了。哦，好了。哟，怎么那么快？好了。一拳又是你，又是你，又是你。没有，没有，还有翻新。我好了。我只是哎，我走了，你有那么快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差三个要素。又来了。不要三个，三个，这次不是方块，是要素哎、欸。好可怕、哦。这个盖的不知道盖出来这是什么财力，懂你啦。然后巧克力就要盖很痛，盖翻啦！你自己都不懂自己了。因为这个我懂我自己了。没有，等一下没有他就不懂了。嗯，盖翻的，应该先放按钮。没有没有，你先去按那个钻石钻的那按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钻石钻的按钮在猪旁边，上面有一个告示牌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先按那个，再来盖。我要飞过去了。最好飞那么久了。看到猪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哎、欸，有了。你这房子怎么跟上一个房子长得那么像啊？什么东东？这是怎样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箱子。哎、欸，这个东西到底要传承多久啊？哦。哎、欸，我好想按哦！那题目真的就是那样。不要不要，你要忍住，你要忍住。你这个会整张地图炸掉哎、欸！要忍住，忍住。哇，咖喱 master， 哎，这盖的还蛮好的，好厉害哦！有没有？突然觉得我艺术细胞提升了哈、哦。对，这个还蛮明了的。这样子吗？这有可能搭错机，搭错机吗？可是他居然没事、欸，这真的不是我命名的问题哦，要怪我上一、啊。应该是这个了，没有，这也不是我问题，他题目真的就那样哦。哎、欸，那鸡生蛋了，鸡生蛋了，小鸡你生蛋了耶！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这是不是那颗蛋？是不是也是在计划之中呢？可能也要拆进去哦。那这次我比较快了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小鸡剩小鸡了，你小鸡，你刚刚画的太着急了，你还在犹豫要不要按是不是？好想你，这是我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现在可以 Q 人吗？不是 Q 我，是他盖的，也不是 Q 我，是他出的。我没，我知道为什么大家要用炸弹的了，这是什么东东啦？这个是要怎么盖啦？这个应该要这个要盖比较久，不行，不能再鬼混了，要盖比较久。哦，那辛苦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办法像上一个一样这么混的。我要那个东西掉了。我打开世界地图了。哟，玩 Building Camp， 我们的那个地理的位置都会变很好。不，我要盖到国外去。我还要把我的钱包搬出来。可以可以，好。欸，要盖高一点。然后你的题目真的很奇怪。那是一圈盖的很奇怪。那题目出的就是那样啊。而且我觉得我猜的非常准。绝对有问题。自己猜自己很准。我觉得我猜一拳盖的应该是蛮准的啦，那绝对非常的有问题。双胞胎不是有心电感应吗？怎么爆了？爆了！怎么爆了？爆了！你不要炸到我的！到底那一题为什么？你不要炸到我的！我怕！
失败，失败，失败！好恐怖哦，那个会整个地图炸掉。这世界麼麼、啊、你不要炸到我的，你太多你。我在测试它的范围。你不要炸到我的，要小心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我们都很怕。一个照，一个照。这个什么东西，喵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嗯。我帮他加衣服好了，还是不要加好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干嘛？太怪怪了，真的怪怪的。哎，这时候就很像想用填满指令。会指令真好，真的。下面那么大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我看这个，烦死了！我不想盖太多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东西要怎么盖出来啊？就这样了。你盖这么快哦？对。哎呀，原这么堕落哦。没有，这个题目不值得我花时间。好了，这个等最后再盖好了，自己我想要复制自己想象，自行想象。这个出去玩这件事情很简单吧？怎么会是八七的事？歪了，就代表歪了。歪了，哎，像我现在盖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歪了。哇，好美哦！啊，为什么要浮在空中？歪了，你们把东西丢出去了吗？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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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歪了，人歪了。你整个都歪了，歪啦！盖这样应该看得懂，应该吧？看不懂。哇！你又歪了。我本来就是歪的。刚刚在填满呐、啊。哎、欸，都看得到满哦。看得到、啊。看得清清楚楚啊！居然。填满好用哎、欸，盖那么漂亮，不想破坏它、啊，可恶、欸！我又拿到煤炭的，我也是啊，就是我也有，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。你按下那个钻石砖的按钮，就不会有那个煤炭了。嗯。你要在它实现之内，要它给你之前，没关系，你先按也可以。对对，你按按看就知道了。就一开始就按这样比较保险。对，这个好像不太明显哦。算了，我要相信喵啦。嗯，没有，我在认真盖咪。哈？哈？嗯？哈？喵？怎么有二零的声音？哈？你说二零零吗？你是不是想他了？对啊，想念啊。天啊！好恐怖哦！还不错，盖完了。在哪里呢？嗯，我来加几个台湾名产好了。这个人应该是穿蓝衣服吧？嗯。哦，哇！我怎么盖这么好？天哪、啊，对不起。刚刚我有拿着，我怎么现在找不到了？我觉得我盖的好棒哦。我在这里，给自己一个好棒棒，真的。好棒棒章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好了好了，我也差不多了，看得出来嘛，对不对？
会看先猜一拳最后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我猜一个元素就好了。又是一个元素，糟糕糟糕元素，你的元素怎么那么多啊？什么属性的元素啊？欸、我好像打翻了。你到底有几大元素啊？你这个游戏，五大元素有没有？它不止哦，三菜一汤，金木水火土还不够。通常日本都只有三大元素而已。嗯，一拳现在在盖的可能更多哦。好了，现在来慢慢补，慢慢补。哦，杠杠跟一拳在竞争啊！不要催他们，我好像也有一点问题。按下去。不行，如果是杠杠的话，我要吹一下。为何？所以你要吹杠杠。你要吹杠杠。要吹杠杠。不要随便吹我。快一点，杠杠。我受不了。我觉得这里的对话不太优啊。吹，赶快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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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吹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吹吹吹！紫藤帽子是什么颜色的？嗯，好像应该就不会歪了啦。